快合影啊！不用了，算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俩。文明不如见面，我是小车神俱乐部极速战队的教练大飞，让我们来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吧。真不可。小胖子，小眼镜，弱不禁风的女孩子，就这队伍还想跟我们比？喂喂，你们嘀咕啥呢？我可听到了哈。希望你们在赛场上的技术跟你们的嘴皮子一样厉害。你们的队长呢？难道是怕输不来了？你们。谁说我怕了？还行。洋洋，你振作起来了。小虎，喘不过气了。来了就好。极速战队全体成员到位。刚才我和周一讨论了一下比赛的人员分配。是的，这次团队赛是以接力赛的形式进行，小虎第一棒，姐姐第二，队长苏阳就做最后一棒。啊，为什么我是第一棒呀？田忌赛马呀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大家做好准备。好，我们一起极速战队超越极限，加油！别紧张，想想平时的训练，注意强点起步。放心了，教练，有我小虎打头阵，一定没问题。最好是了，杜克，接下来看你们的啦。好期待吧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哪有比赛就有我，我就是你们最喜爱的超级解说员马克。好久不见了，小朋友们有没有特别想我呢？看看这张帅气的脸有什么变化。没错，山羊胡大叔刮掉了胡子。这次的团队挑战赛，是由杜克带领的飞鱼战队挑战将为队长的极速战队。本次比赛采用接力赛的赛制，分三轮进行，总耗时最短的团队将赢得比赛的胜利。同学们就位准备，比赛马上开始。出发！第一棒的选手分别是飞鱼战队的黄蜂和极速战队的欧阳虎。杨虎开始加速，他正在直线赛道超越黄蜂，即将进入弯道赛区。可以吗，小虎？这样保持这个状态绝对没错，利用弯道内圈取得优势。黄蜂选手，冲撞对方可是犯规的哟！啰嗦，又来这招。战队的欧阳虎，正好完成三轮第一赛程，得主我幸福状态不错。看来小虎跑第一棒的决定是对的，对方也是力量级选手，小虎的体型反而占有优势。原来是金鱼啊！哟吼，完美的过关表演，就像一条大鱼在水中游刃有余。黄蜂的速度几乎相当，若想取得优势，得抓准时机来一个瞬间爆发。有抓饼的味道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真香呀！啊。极速战队的欧阳虎居然慢了下来，进图拉近，让我们看看什么情况。加油！
啊，田忌赛马的故事得到验证了。我是小车神。我是小车神。比赛前不是吃过饭了吗？小虎，别顾着看吃的，专注比赛呀！小虎，别愣着了。哼，第一棒就出了这种低级问题，你们战队的专业性真差呀！就说你们不行了。别得意，这是战术。找个吃货来比赛，极速战队笑话。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飞鱼战队的狂风借机超越，位于第一顺位。欧阳锅。又被好吃的吸引了，我太大意了，快点放弃！烈焰魔法，不步流星。小虎，全速前进！Oh my god！ 是月白虎觉醒了、啊！极速战队的欧阳虎虽然险些掉链子，但后劲十足。不愧叫虎庭骑士。小虎这个称号名副其实，别看小虎平时爱吃，关键时刻还是很厉害的。就要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。小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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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加油！极速战队先下一城。第二棒进行交接，冲呀！这下见识到我虎庭骑士的厉害了吧？什么？好快！他居然比科尔还快！